欢迎大家来到海屋的电影首映，91就要继续上映了。今天所有的演员跟导演来到现场，我们热情掌声欢迎钱仁豪导演，黄永明、郑仁硕、李李仁、九孔、谢佩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王新田、王轩、林道宇，欢迎大家。还有好多朋友还在外面拍照，还没有进来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有很多我的贵人跟我的前辈，杜笃之老师、朱元平导演、龚哥、廖赏都有来到现场，还有支持我们的贵哥，还有很多好朋友，建研会的理事长、文创协会的理事长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别开生面的台湾电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钱仁豪导演。哎，男主角王阳明，你干嘛放空？你在看老婆吗？我在看，我在看老婆。对，夫人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首映。这部电影大家其实短短的一个月，我们做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作品。然后也是在这边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谢谢所有的演员，很团结。然后也是要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今天也是有看到很多工作人员，你们是最辛苦的，谢谢你们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电影。我们挑战了一个，应该是说在海上灾难，但是又有点惊悚恐怖片，然后又带了一点科幻在里面。很特殊的题材。以前真的是没有在台湾看过这种电影。对，但谢谢大家来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导演刚说要补充。不好意思，这我因为阳明提醒我们的摄影师阿轩团队，我们的海盗团在哪里啊？我们海盗团，还有我们的执行导演阿哲跟我们的导演组，还有其实一直默默支持我的那个角头红哥，好不好？才让我有机会跟角头一、角头二的男主角合作，还有高杰大哥，从我入行到现在，谢谢。还有黄仲坤啊，仲坤哥，谢谢。Michael， 谢谢。我要趁这个时候谢谢我老婆来，还有我岳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主持人。嗨，你们都好美啊。OK， 好，OK， 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好，谢过我，颁奖给你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郑仁硕，你干嘛那么偏？对啊。你的爱人王明在边啊，你而且谢谢。今天来在场的所有的前辈，还有所有照顾我们的工作人员。然后今天让你们来看一下这几年没有的台湾的灾难片。那这个灾难片希望就是大家给我们一个勇敢，然后鼓励一下，如果什么不足可以给我们多多批评和指教。好，谢谢郑仁硕。来， Aggie， 海雾里的花木兰来。Aggie 来，其实真的很难得，就是让大家看到最狼狈的 Aggie 谢佩恩，但我演了真的很开心，就跟一堆男生，然后第一天到现场就被逼吃槟榔，所以真的很难得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。哎，孔哥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孔，我是饰演这个类似金城武的角色，那个救难大队的大队长。一二三四五，哎呀，我是金城武。我真的没有搞笑。对，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。工作已经受到压缩，每次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、淫贼都找我，现在不要再找我了。我已经拒演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、淫贼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给一个挑战性的角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画圈圈的是不是？我偏要讲个人的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先。好，明天七点半有演唱会，要记得在三创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轩。那希望大家今天不管怎么样，等一下就是要拍照打卡，然后分享。希望九月十一号海雾，大家都可以帮我们创造一个好的成绩。谢谢你们。谢谢王轩。来，储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储蓄。然后我在这部片里面饰演的是小白。然后很感谢各位前辈，然后还有剧组的伙伴们，还有导演，就让我演了这个角色。那我自己其实在这里面也是有做特效化妆，那也有我的特效化妆团队在那边帮我挥挥手。金钟有入围哦，都是我们金钟入围的。金钟是新知面组，
对对，然后就是很感谢大家，大家希望大家看完的时候帮我们分享，因为这是在今年当中是一个很多的特效跟实体特效结合，然后还有我们运用了各种的技术结合在这个里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记得分享哦。好，谢谢淑旭，恭喜入围金钟，然后王新田第一次的电影作品。Hey,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田，然后非常荣幸，然后也很开心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剧组，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来，希望你们可以看完会喜欢，然后记得帮我们分享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学动画的，所以我现在真的迫不及待想要看这部片的特效。谢谢，谢谢新田。来，接下来欢迎金钟得主李李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李仁，很感谢这些电影圈这么多老师、前辈、导演还有制作人一起能够来在这边欣赏我们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拍得很特别，很辛苦。那谢谢今天来观赏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杀青一直没有好好谢谢你们，真的很谢谢。然后呢，我觉得题材很特别，然后元素很多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李仁哥。好，林道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道宇，然后很荣幸，对，反正就9月11号海雾这样，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这个海雾的主创团队，谢谢钱元豪导演，谢谢所有的演员。那最后我们一张大合照的时间，一二排空出来给我们好吗？谢谢 ，Thank you，Goodbye。OK， 哎，一二排中间的位置，啊，是，对，你们自己分配哈，就是四中。然后前第一排六位，一二排六位，跟所有的观众跟贵宾来一张大合照时间。然后王阳明，你带领大家比个手势好了，告诉大家要比什么手势。比个六吧 ，Shaker。好，那比个这个，啊 ，Shaker， 耶，不是。自拍，自己做效果 ，OK， 可以吗？来，准备喽，刚刚桑尼说要比这个。事先看了一台官方摄影机，这一台哦。3, 2, 1, 海雾票房大卖。好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九一正序上映。好，这一台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这是说你急着走是不是？你要喝酒是不是？别闹，先拍完好不好 ？3, 2, 1, 票房大卖，九一正式上映海雾，我们戏院见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华语影坛超豪华卡司阵容，感谢各位。台湾罕见的海上灾难动作惊悚悬疑科幻电影《九一一》正式上映，我们戏院见，感谢各位。